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没想做什么。你是不是想亲我？可能是弯的，你怎么那么确定？莫非你们？你别瞎说，那你干嘛愁眉苦脸的？我就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吧，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具体什么表现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。那这样吧，我教你两招。如果他还是不为所动的话，要么他就是对你没兴趣，要么他就是对女人没兴趣。记住啊，你俩下次约会的时候呢，你首先要营造浪漫的氛围，再加一些若有似无的肢体接触，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含情脉脉地盯着他，然后气氛烘托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呢，你就自然而然地闭上眼睛。哎呀，如果这些还不为所动的话，他肯定对女人没兴趣。说说看，你回家之后想做什么？吃好吃的。我要先去小吃街吃一碗张阿姨家的臭豆腐，然后再去旁边吃榴莲飞饼，再去吃牛肉火锅。他们家牛肉火锅超级嫩滑。我还要吃一碗沙茶面当宵夜，就是那种汤底浓郁、入口微甜的那种，一口下去。超级治愈。
项链呢？项链不见了。我这个座位在哪边？不就是你？你还在装什么？小偷。是你亲眼看到了，亲耳听说了，还是凭你对我带有偏见的感觉？又或是你根本就想针对我？哎呀，这念珠演得真好，这气场强大啊！真正的小偷也就这样。不忘我花盆里赵团长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给我了？你一定在想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就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还请赵团长把那东西给我。这，嗨，我就是无意当中发现这东西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扔了怪可惜的，但是也可以还给念初是吧？哎呀，没想到给藏土里了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我马上给你拿来。没有付出丝毫的。出院来看我们的演出。好，小爷好棒，小爷立刻出列，圆满落幕。那个吧，谢谢你帮我们请了李小姐，以后多来邻居，多关照我们啊。好，可以。演得不错，不过咱们可没第二次再合作的机会了。我也很高兴能不再跟你合作。祝你在广告艺人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也是，那不像某些人啊，连广告都没得拍。我可不一样，我都是广告商求着我，我都怕自己没时间呢。那这句话你可要亲自跟乔说呀，他在你身后呢。这是乔家大小姐，乔唯一的接班人。
天初，你当初就应该听我的，让我爸把他给换掉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台上归台上，台下归台下，她在舞台上还是很敬业的。好，只要为了剧团好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嗯。演出这么顺利，晚上我们吃点什么好的庆祝一下吧。好啊。祝贺，完美落幕。安念初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么着急的吗？不是说好带我吃好吃的吗？电灯泡多不适合我啊，还不如去找我的停车场小王子。加油！谢谢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团长都问你什么了？团长谢谢我，搞定了李小岩。其实我还挺感谢他的，虽然他食言了好几次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也不会遇到你。五年前我去太城拍毕业作业，结果他刁难我，非要让我去海边捡道具，然后我就遇到了你。那你有后悔遇到我吗？从来没有。要记住，好口气是好接吻的开始。你吃吧。我今天不能吃这个。你今天不能吃这个。嗯。老板，那来一份不放辣的。好。哎，不要。哎呀，你不懂，我就是今天不能吃，辣的也不能吃，不辣的也不能吃。反正今天就是不能吃。走吧，走走走，走吧。这不是你之前提到的那个榴莲飞饼？这个特殊时期应该可以吃了吧？你想吃啊？你要吃的话，我可以陪你。老板，要两份榴莲飞饼，不加榴莲。啊？力哥，你真的不为嫂子做点什么吗？
我本来是想说，实现一下你想象中约会的样子，但没有想到没选对日子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没有，你别这么想，我就是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。有吗？制造若有似无的肢体接触。你是不是会一些格斗啊、防身术什么的呀？嗯，怎么了？我想学。我就是觉得我一个女孩子经常排练到晚上一个人回家，我学点心里踏实。你回家会害怕吗？也不是。就虽然你经常来接我，但我觉得学一点。我教你吧。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如果星星醒了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我们回来之前，你就拿这个姓洪的。好。如果他再烧起来，一定记住给他吃这个啊！放心吧，哥，我照顾好几次星星了，没问题的。你也难得约会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谁告诉你我去约会的？喷发胶了呀？嗯，我喷发胶。好的好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去给星星买皇冠的。哦，买皇冠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昨天109包厢的客人是没有回来过是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唉，以后守株待兔也不能喝那么多了。这就是我们平常练习的地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还没。这就开始了吗？好好学。遇到这种情况，首先你要先冷静，深呼吸，两只手掌向下发力，腰腹部往后用力。如果动作够快的话，你就能脱身。试一次。
抱我，就像我刚才抱你那样抱住我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。虽然说接吻嘴唇是主角，但是手的位置也很重要，你千万不可以两只手呆呆地放在旁边，要环放在对方的腰上。你手放哪儿？我刚才有这样抱你吗？报警了。嗯，这么快？嗯，过来，换你了，再试一次。我是不是学？你要记住，气氛、眼神、姿势都很重要。你一定要自然地闭上眼睛。昨天晚上你送我回家的时候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没想做什么。你是不是想亲我？